老师好，老师好。这个塔罗牌占卜是具体是什么东西？它算的准不准？占卜是看未来的事情，比较具象化。还有一个方法是看占星，占星是可以让你知道你一生的发展。你怎么想着来占卜了？因为我感觉我的人生刚开始起，还没起呢，然后就开始往下过。你指的是不是就是2018年当时你是全国最强高中生，然后参加综艺被大家所知，突然这两年就消失了一样？那你这两年都在干什么？就与一些受到的伤病啊、自身的原因啊，然后还有包括球队啊、教练啊，还有就是各种外界的因素吧。那你最想知道什么？最想知道我接下来会不会有所起升，而不是和之前一样，或者比之前会更差。从你的这个上面看，太阳是落水瓶二宫的，那么按照这个状态呢，你的性格是比较崇尚人道主义，比较善良。人道主义比较善良，我发现你打球也是这样啊。你打球这么干净是小时候就这样，还是说慢慢打球多了积累形成什么这样的？其实与性格有关吧，就是我也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去争抢的一个人。比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不争房子不争地，他也会有受伤的风险，我也会有受伤的风险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没必要的。听到你们讲这个，其实我很想讲啊，因为他这个人是不太会去注重一些跟物质相关的。他说到一个不争房子不争地啊，为什么？也是因为你不差这个东西，物质这个东西在你的今生这个状态里头你是不缺的，注重精神层面是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所以在朋友相关的一些感情状态当中你更加容易去受伤。这个老师刚才讲的是你的感情中，就是谈恋爱方面是吧？恋爱和朋友都会，但是他更加在朋友的关系当中会受伤。但是我在网上听的好像是都在说你是渣男，就好像是你让别人受伤。我给你来个小测试啊，测一下你是不是渣男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眼动追踪仪，就测一下你的定力，看你渣不渣。那这两分39秒，谁挺不住这个？准备好？不用准备，直接开始。我直接开始啊，看一下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。怎么样？是有点大。你还能看人家脸呢？你看他那个这鱼尾纹。看一下第二个。哎，这是不喜欢吗？哎，还是说就是忍不住？这个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心动。心动是吧？但哎，这好，这个好看吗？这侧脸这个，感觉是韩国的。你看后面韩文，你看这三个哪个好？黑的。扫了一下怎么样？这好看，这个可以，这能排第一，这个这排第一，这排第一，肯定排第一，后边啥都顶不到。这个高中生吧，高中生应该是。对啊，这还有吗？应该没了吧。哎，啥玩意儿？这个不行啊。这是啥呀？这我感觉是这我看这个地方最好的这个，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，应该是手里抱那个球可以。比较喜欢哪个类型的？就刚刚看的那个，幸福大人。是啊，为什么？感觉，天使，就是我谈过最长的一段恋爱是网恋，一年。不是你这么帅的，你为什么要去选择网恋呢？因为我是，其实我不知道在老师那块算没算出来，我是一个其实挺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人。我们就属于断断续续的加凑在一块谈了一年左右，每天基本上语音。但是视频通话他总是在拒绝，哪怕他接通了也是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看不见他。
包括当时我是在北京，因为我球队在北京，他在广州，然后他每次都说他去机场接我，其实我到个机场之后我发现电话打也打不通，然后正好也碰巧那个地方当时是晚上十点出头，整个一条街没有一个亮着的铺子，手机也没电，充电宝也没电，钱包我也丢了，我也是一个挺好面子的一个人，对，我也没办法，我灰头土脸的回去，所以说我就一个人坐在马路边哭。其实我就算没见过他，但是我当时跟他分开那一刹那，我还是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受，特别特别难受。你刚才说这一段感情让你受伤害，是不是你后面你说你得抑郁症是受这个影响的？有一小部分。你是怎么突然之间是知道你得抑郁症的？其实不是我自己知道的，就是因为我在平时跟我父母去沟通的时间是很多的，然后就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，我跟我父母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就沟通变少了，好好的去沟通超不过三句话，然后我的妈妈就说让我去一下，就是查一查。我也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我不可能得这个病，但是查了之后真的就是。当年你几岁？就去年年底的事，犯抑郁症很难受的时候，当时很晚，然后呢又不想跟我爸妈去打电话吵着他们休息，然后我就翻通讯录，从头翻到尾，发现没有一个人可以去让我打个电话去，我向他哭一场，一句话都不说那种的人也没有，然后最后就选择打110。真的吗？对。你刚才说你在2018年就是参加完综艺节目之后，你是顺利进入厦门大学，为什么你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去代表厦门大学打 CUBA 呢？可能因为打球风格问题吧，因为我打球风格比较偏突破，就是全场的时候啊，对，然后南方的球队教练啊队员都属于比较聪明那种的，我们像我这种北方球员就比较喜欢蛮干，然后所以教练用我的地方也不是很多。那你们教练大概是希望你在打全场的时候是以一个什么样的风格？他就希望我是以一个防守兼兵，然后进攻的时候，比如说队友在拿球的时候，你多往里切一下，或者接着球投三分。那你刚才说你全场是以突破为主，但是你打路人王，我看你三分投的挺准的呀。这可能就是一打一与五打五的不同之处。我们可以来讲一下，就是你比较会在意的跟事业方面是相关的啊。那么就是讲金木水火土，从你的八字上讲，金跟水会对你比较好。那么金这块方面，对于你来讲，你后续做一些跟体育啊、金融啊是相关会比较好一些。如果讲金会对你是更好的一个状态啊，那你可以去做教练。不是说我打篮球，可能我打到是最后我成名成才了。从你的个八字上讲啊，很老实说，你不太会成为这样，因为姚明只有一个。那另外还有个状态，是从你八字上看，我觉得你的队友会拖累你进程。这个就是你像你打比赛，这个是没办法的，因为你打篮球，你一定有其他人会跟你在一起打篮球，对吗？但是你一对一去打的话，你应该会打得很好。哎，这是不是就是你选择复出的一个方式？你今年就是阔别大家视野2年之后，选择在路人王去重新回归到大家的这个视线当中，其实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暗示，就是我还能打，我没有那么弱。我还是比一些人要强的，他最起码有那么一两个人是觉得我很厉害，可能他会觉得我碰张天翼，我赢的面可能小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你需要别人对你的一种认可。对，所以就是要多打路人王，多拿冠军呗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呗。抑郁是一个积累的状态。为什么我之前有跟就是我们在前面在聊的时候，我有讲过，我说你的抑郁状态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在年龄段在转变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让你的灵魂去接纳现实，你在成长，在突破，很难受而已。我讨厌喝酒，讨厌熬夜，讨厌城府，我讨厌最强高中生，我讨厌被捧，因为有大起就会有大落。
传媒比较，我谁也不像，我只是赵天意，我不是没有感情的比赛机器，我讨厌被定义，不乐意做，因为有大我传媒谁都不想受伤，讨厌拒绝的团队是与生俱来的，我讨厌的很多，除了篮球。